最近有几张关于跑男的幕后录制的照片被某位网友上传到了网上，而这张照片中还有众多网友们的女神杨颖，因此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当天的杨颖的穿着打扮非常靓丽，上身穿着一件白紫相间的外套，还戴着一顶白色帽子，长长的头发披在肩头，十分具有青春活力，又不失去女神气质。据了解，当天的杨颖正是在某个蔬菜物流园，并且在节目中她还有自己的任务，那就是帮助农民们卖一些菜，所以在照片中也可以看到杨颖正在帮忙搬一些箱子。虽然她是个女生，身材也比较瘦小，但是她仍然不怕苦不怕累，坚持这样一直帮忙。虽然当时已经非常晚了，但是她的精神状态依旧非常不错，还在空闲里发表了自己的自拍照。网友们在看到这张照片以后，都纷纷表达了对于杨颖的关心，让她注意身体健康，还贴心地提醒杨颖要注意保暖。还有一部分人表示想要让杨颖多发一些自拍。一直以来，杨颖在节目中的表现都非常的突出，赢得了很多粉丝们的喜爱。在其中一季的节目中，她由于生孩子所以缺席，但是在生产完之后便火速回归节目，不禁令人敬佩她的敬业精神。未来也希望她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。